按一下铃哦，叫大家回来，很赶哦。来，赶快叫一下各位委员，你们联络人赶快去请委员回来。有没有都在路上啦？
谢谢。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我们从那个现在各委员都有版本了哈，包括蔡培慧委员、赖瑞龙委员、黄昭顺委员、邱毅莹委员、管碧玲委员、行政院以及苏正清委员的修正版本，综合哈以上各位委员的版本哈，本席建议说，我们第14条到第20条就都依行政院版本文字修订通过。综合各委员的文字意见以后，以行政院的文字修订通过，这样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14到20，15到苏委员版本，好，然后14、16到20依行政院版本，各位有没有意见？那就是。把作业的范围跟期间加一个范围，你们只所有讲话都用麦克风，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这样哈。来，我们现在从第21条开始。21条其实各委员的文字也都一样，好，但是呢，行政院，苏委员说他不坚持，所以我们依行政院版本通过。各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22条。包括蔡培慧委员、赖瑞龙委员、黄昭顺委员的版本都跟行政院版本文字一样，那我们就以行政院版本的文字修订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好，那我们看23条有修正动议、有修正案哈，差别在哪里？看一下23条，赖瑞龙委员的文字也稍有不同，然后管碧玲委员有一个修正案。那邱毅莹委员有没有？没有。好，好，来，你们说明一下赖委员跟管委员的文字要不要整合进来，有没有问题？23条他赖委员的部分这样整合，就是说加一个必要时，那还有他的第三项，第四项，他第三项是提列，就是检察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这个我觉得是更清楚了。那但是前面那一个必要时，就是第一，把它明确化一点。第一项的于必要时不必啦，因为是德啦，本来就德派员的，德就没有那个罪语啦，那算罪语啦哈。所以第一项我们就还是照行政院版本文字哈，但是赖委员的第三项予以列入，是不是？第三款是？不是第三项，第三项。那行政院版的第三项就往后延，未经提示者被检察人得拒绝这段文字嘛？赖委员提的。我们用赖委员版本先来讨论好了，好不好？我们现在讲23啊。23条，对。对啊。第三项，他的第三项，所以第三项，然后后面就一样嘛。后面那个管委员的修正呢？前项检查过程应做成记录存查。对，其实你们最好都能够录影了。委员那个本来就都会做的动作了，就是一定要，因为所有检查我们一定做成记录，才会包括录影、收证都会做。那就把它写清楚了，好不好？我们就是不在那个病得。询问关系人后面加逗点做成记录，然后后面那个前述检查就在哪里呢？在那个第几项？第23条本文前面关系人做成记录，就是在逗点做成记录，不一样啊！你那个是在写询问关系人，然后关系人不得规避妨碍，在关系人前面，就说病得询问关系人，逗点做成记录，然后再分号关系人不得。这个跟这个不对，我跟你讲，你那样写的时候，跟我写在最后面要保障关系人这些被询问人他们的人权的意志完全不同，不一样啊。做成记录主要是那个要你们的那个作业程序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保证啊。那你把它弄成说什么询问关系人做成记录是要找关系人来做记录啊？不是你们整个询问的过程是要制作记录，比如说影音记录、录影、全程录影、录音或者怎样，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说你要做成记录的原因是要保障执法程序的完备，对，还是怎样？
一定要啦，双方都需要啦。对啊。对啊，所以这个需要明文化吗？要，一定要明文化。没有，没有，所以要明文化的话，他想说做成记录有什么？没有啊，他是说询问关系人做成记录，那个是要找关系人来做记录呢。那跟说你整个的过程，你要明确讲说你整个的过程的，过程做记录还是要找关系人？我知道，我知道，完全不一样了啊。知道意思。不可以，我一定要看到你们的文字，不可以跟我原意旨不一样。来，我们以赖瑞龙委员的版本下去修，综合那个管碧玲委员的版本下去修。那个要拿掉啊，就是要修啊，必要时要拿掉啊。不是你们，你要先讲说你们那个做成记录会那个明确化是什么？因为刚刚主席讲的是说你们要询问关系人，找关系人来做记录。那你们的意思是全程录影的意思，还是怎样？你们要清楚表达，要不然我们这边讲说我们不了解了。我只要我真的是不了解，我还想要请你。因为我们所有的检查一定要把所有的人事实地物的东西做完整的记录，因为这个检查的结果后续是作为我法庭上处分的依据的、嗯。对啊，对，所以基本上我们是都会做的啦。那委员，那需要明文化吗？我要明文化，那就是明文化，那就明文化有明文化的宣誓作用，就是会做，那明文化更好啊。那明文化就要依照、就是、主席的这管委员的这个，就放到放来看一下最后怎么修。就是赖委员的版本，前面那个必要那个删掉，然后加管委员前述检查过程应做成记录存查，然后接下来还是回到赖委员的版本的文字，这个需不需要修？看一下，你们看一下，来确认就过去了，快，好，确定哈，好，那我们这一条哈，第23条就依赖瑞龙委员、管碧玲委员版本修订通过。我们现在看24条，24条综合黄昭顺委员、蔡培慧委员、赖瑞龙委员行政院之版本。文字皆相同，我们以行政院版本文字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25条，25条是赖瑞龙委员有于必要时的这个文字，那个部分我们就删掉了哈。所以只剩下管碧玲委员，就是前项检查过程应做成记录存查加进来，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讲主席，我们现在讲25条嘛，哈。对，25条。也是于必要时拿掉。对，于必要时就是照行政院版本就对了。因为蔡委员版本、黄委员版本跟行政院版本都一样，所以赖瑞龙委员那个就不予加入。好，第一项。那现在看第二项，赖瑞龙委员的第二项，你们看一下。前项人员于执行检查时，应提示身份证明及指定检查范围之机关证件，其未经提示者，被检查人得拒绝之。好，可以哈，可以加进来哈。好，那我们这一条就依那个赖瑞龙委员版本第一项呢，于必要时不予列入，然后他的第二项予以增列之后，依赖瑞龙委员版本。与管碧玲委员版本前项啊，第一项最后加一个前述检查过程应做成记录存查，就依赖瑞龙委员、管碧玲委员版本照刚刚所述文字修订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来看一下文字，你们那个有时候相似会列错，确认一下。前项人员执行时好。OK 好，确认一下，来，最后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你们讲一下好不好？好，来第26条，好，各委员版本，赖瑞龙委员、蔡培慧委员、黄昭顺委员版本皆与行政院版本文字相同，我们以行政院版本文字通过。第27条一样，以行政院版本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看第28条。28条，赖瑞龙委员版本、邱意莹委员
版本，还有蔡培慧委员版本都有，还有苏正清委员版本都跟行政院版本有稍有不同，请大家说明一下。来，蓝委员先来。邱委员是说这一条要删除啦。行政院版先说。来。你们说明的时候，顺便把其他委员的意见、你们的意见也可以讲一下。我本来是想他们委员有意见先讲，他们再讲。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渔船出公海作业，特别是远洋渔船这一块，我们要参加这一个国际组织才能去到这个海域抓鱼，所以单单缴这一个国际组织的费用，大概一年就要四五千万。那包括要做一些科技的科研资料的收集，然后船位监控的管理，一年其实在远洋渔业管理的经费上，一年我们署里面大概就要两亿的这样的一个经费了。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远洋渔业，比较在公海作业的部分，你拿作业许可的时候，应该要收取一些资源使用费用，然后这也是针对这种受益人，我们收取一些的费用来做处理啦。所以我们是觉得应该要，在核以这个作业许可的时候，收取一定的这一个使用费。那至于很多委员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收的额度的多寡或要不要收，那我们院版的这一个部分，我们是觉得这个受益者是这一个受益者的这个原则哈，应该要收了。至于后续怎么收，我们希望是在这一个执法规里面，我们可以来定说这怎么收，收的额度多少。那至于收的额度多少，将来要用在哪一个方面，我们这个条文里面是直接把它缴到我们的渔业法里面，有一个渔业发展基金。那这个渔业发展基金将来的使用用途，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使用用途我会做调整，这个收了钱还是用在这个管理上。来，我们现在不要去谈用途。来，各位委员，我建议我们这一条保留到法律最后再回来，好不好？哎，这非常重大，对，好不好？好，因为我们赖瑞龙委员也是严禁不能收嘛，那邱莹委员也说希望删除嘛，那是不是王委员？我们最后再回来。好，我们先往下看。所以现在看，29条之前呢，有蔡培慧委员增列的这一项，是不是请蔡委员说明？30，蔡委员的30。主要是认为应该要订定的那个相关办法这样啊，然后这个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资讯的整合跟强化渔业管理，的宣称之外，应该有一个办法啦。来，你们说明一下，农委会。跟蔡委员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原来的25条的第二项哈。你远洋渔业相关业者从事远洋渔货出口，你要建立采购销售渔货物渔产品行为规范作业流程。那在第三项，包括你这个采购销售的申报核销稽核等等，我们都有相关的执法规来做规范了。那我们是建议还是这一条其实可以不用再增列，就由我们现行院版的25条来做规范就可以了。蔡委员，好，那如果是您用25条的院版来做规范，那可能去强化那个资讯整合这个部分的管理。好，那将来25条你们增列立法说明，把蔡培慧委员第30条原来的立法意旨把它写进去，这样好不好？蔡委员，可以吗？好，你们要记录哦。好，那个我们到时候还是要审一下你们的立法说明。好，谢谢蔡委员。我们看第29条。也是蔡委员一律有不同，其他委员版本皆相同。觉得就按照就按行政院版本通过，跟其他委员的版本。各位有没有意见？好，谢谢。那我们看第30条，30条邱委员也有修正案，那蔡委员也略有不同。蔡委员有需要说明吗？邱委员不在，你们说明一下，来比较一下，农委会比较一下。基本上我觉得，委托是不是这个渔协还是专业机构，这个我想大概是第一个我们跟行政院版的差异。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一款的远洋渔业产业咨询及辅导，因为我觉得过去渔业署的作为可能比较是管制，或者是这整个法案好像是管制，可是为了台湾的永续的海洋跟保育养护应该要有所辅导。那第三款呢？
可以吧？刚刚已经说明了，就是这个资讯整合了。资讯就是那个。这样，如果我们这一条以蔡培慧委员的版本来通过的话，你们有什么同意哈？各位委员们意见？好，谢谢。我们第32条依蔡培慧委员所提文字通过。第三章的章名，第三十条哈。对不起，补充说明，因为32条，我的32条事实上是行政院版的第30条这样子。对对，就是蔡培慧委员的第32条的文字，我们的第30条以蔡培慧委员第32条的文字修订通过，所以你们确定吗？等一下，那个款次哈，等一下，行政院版本它还有第5款、第6款哦。对，所以我是不是做一下修正动议？就是我们按照苏正清委员的修正版本，但是加列就是我的第1款远洋渔业产业咨询及辅导这样子。好，我们依苏正清委员的修的版本哈，修正动议通过，然后呢加上蔡培慧委员的。第32条之第1款与第3款，然后要列在哪一款？他只要第1款，好，那要列在哪一款？我看是列在第1款，对，列在第1款，好不好？好，蔡培慧委员这个放在我们第30条第1款，好，谢谢。接下来第3章的章名就依行政院版本通过，好吗？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赖瑞龙委员有一个31条的增列条文，是不是请赖委员说明一下？好，谢谢。那个还有32跟33，对，我就一并说明了。其实这个主要都是在于这个条例，我觉得不应该只是一个管制跟处罚而已啦，它其实还是要有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跟辅导的一个机制，跟那个蔡委员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然后，所以这边也提列了一些相关的部分，包括。一些这个需要办理的一些事项了哈，主管机关需要办理的一些事项，好，那大概在第31条、32条、33条，那33条主要是跟前面的那个看法是一样，就是说，我认为不应该要收取跟渔民，因为渔民缴交了包括入渔费，而且他未来也有负担庞大的一个，万一有不小心违法，有庞大的。600到3000万这样的罚款，那如果你还要再跟他收一次的这个资源使用费，等于是对渔民收了3次的费用，那我认为其实应该用政府的渔业发展基金来推动相关的渔业的这些远洋渔业的工作了。以上说明。那个请农委会就31条、32条先表示意见，33条我们一并保留到最后一起讨论。好，是那个跟委员报告，是不是我这样建议，就是说我知道赖委员的这3条的用意哦，那其实在32条里面就已经包括主管机关应订定远洋渔业发展。你的32条是不是？对对对对，我是说把它。32。哦，赖委员。就是赖委员。对，就是说就这一条订定远洋渔业发展方案就可以啊。3132要合并。就是说31条跟33条哈，其实是32条里面就可以涵盖，哦，就是说主管机关应订定。33先不要谈，就是说主管机关应订定远洋渔业发展方案，这个就等于是包括了，是不是？就用这一条，用32条的文字，对对 对，是吗？全部照列那个赖委员的第32条之文字是吗？然后31条就不予列入，是这样吗？好，那我们赖委员版本的31条就不予列入，那赖委员的第32条我们就以第31条好修订通过，就以31条啊，就是我们本法的第31条啊，好，以赖委员的32条的文字我们修订通过，那第33条赖委员的33条先保留哈。那我们现在看32条咯，现在行政院版要变。哦，30条之一，好不好？好，我们先暂定赖委员的第32条为我们本法的30条之一，这样条次比较最后再去整理哈，好不好？好，那我们后面的条次就不必现在改。好，现在我们看院版31条，院版31条所有委员版本文字皆相同，蔡委员就加一个申请资格，这个
蔡委员，这个只是微调啦，所以可能可以我参照大家的意见。我们依行政院版本综合所有各委员版本，依行政院版本文字通过第32条，赖委员您有不同，发展我国渔业渔业资源永续管理这几个字。抱歉，我刚那个31条的后面，先回到31条后面，我有一个主管机关要编列预算来执行第一项的相关事项。那这个部分如果不列入的话，是不是能够在立法说明上面能够提到了？这一块部分我觉得还是有些是政府该做的事项，应该要政府来负担。就是三十条之一的时候，把这个部分列入立法说明。好，那另外32条就没有特别的意见。不过那个等一下，这个比较像附带决议啦，比较不像立法说明啦。你写一个附带决议。好 ，OK。要提案哦，好，你要写哦，好，而且要联署。好，来，那我们现在就处理第32条咯。32能不能建议就改音？前面那个部分文字没有特别意见，但是能不能就用音？应协助这个民间团体来办理下列的相关事项。来，这个要仔细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因为应跟得差很多，现在要看一下细项才知道。来，你们说明一下，如果得改成应，我看还是得。我们所有的那个辅导跟补助项目，如果列很多的，好，那我们32条，谢谢哈。一行政院版本文字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哈，谢谢。那33条，蔡委员有修正动议。我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远洋渔业的保育跟养护，也是我们的重点啦。所以我觉得我的版本相对于赖委员、黄委员跟行政院版跟苏委员的版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我去强调永续经营跟生态环境，所以建议是按照蔡培慧的版本。来，你们说明一下，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我们就依蔡培慧委员版本修正通过。好，谢谢。第33条依蔡培慧委员所提第35条文字修订通过。第34条。来，第34条有没有意见？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我刚刚已经讲了照提案。那个蔡委员，我们刚刚那一条是按照提案文字哦，不是按照修正动议文字哦，所以你是按照蔡培慧的提案文字。对，我刚刚那样讲没错哈，你们就照我讲的。来，第34条的话，我们用苏委员的修正动议来讨论，可以吗？赖委员也有提国际有一个哦，还有提修正动议。来，赖委员有一个修正动议，来，好，请那个赖委员跟蔡委员说明一下。我的是那个37条的部分啦，就是主管机关推动相关的这个部分，哈，应该要充实相关的资讯，哈，那辅导渔民建立渔业的。不是，来，我们现在谈34条，赖委员，你的。你的38条，三十八是有修正动议，你有一个修正动议。哦，修这样，拍谁修过这样？那个新出来，来，来，太多条了哈。那个34条部分题是这个也是比照那个韩国的这个远洋渔业法的那个精神啊，把那个促进支援国际渔业合作项目跟协助财政援助跟贷款这个项目也放入到这个部分啊，当然得办理啦，所以将来如果渔民有需要的话，政府机关也可以来协助办理。第四要那么大方吗？你必须写那个。没有国际渔业合作啦，那就促进了，不一定要支援了，促进好了。可以啦，促进啦，可以啦，卖资源啦，好不好？那如果34条，那合并苏正清委员跟蔡培慧委员有没有什么要再改的？还是全部依赖瑞龙委员修正案？附议就是依据苏正清委员的修正动议跟蔡培慧委员的版本，因为这里是强调远洋渔业永续经营的研究跟评估，那个，然后再增加赖瑞龙委员的第4款跟第5款中的，但是和支援删掉，是这样吗？可以哈，好。你们文字改出来，改出来。那个赖委员，赖委员，赖委员，那个财政援助呢？第5款，
我们看那个赖委员的第四款跟第五款的这个部分，我们后续有适当地方再来另外处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一号苏正清委员与蔡培慧委员的版本综合修订，好，以谁的第一项？你们要谁的第一项？蔡委员，你跟苏委员第一项文字不一样。我觉得都可以，不要都可以，你快主张。哦，对不起，好，来用蔡委员，那就按照我的好，因为比较强调那个永续经营跟生物多样性。好，那我们第36第34条一蔡培慧委员所提案第36条文字修订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那赖委员的国际渔业合作要不要加进来？还是啊，国际渔业合作的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好，赖委员所提第38条，他就在第一款有了 ，OK。好，那我们还是依蔡培慧委员的文字修订通过好了，好不好？好，蔡培慧委员所提第36条文字修订通过。接下来我们看，管碧玲委员有一个34条之一，是不是？那是什么？征兵哦，观察员，来来来，跟蔡委员前面的那个12条哈。这个你们表示一下意见，主管机关表示一下意见。我们保留跟那个一起处理好不好？保留跟前面那个基金再回来一起讨论，好，因为这个比较重大，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蔡委员的第37条，请蔡委员说明。基本上我觉得待会可能牵涉到罚则的时候，就会牵涉到渔船的经营形态跟规模啦。那我们有意识到，就是说台湾的小钓渔船100吨以下是有1000多艘，那他们的比例甚至于还有50吨以下，所以我们想说可不可以做一些调整。可是这远洋的吗？50吨以下也是远洋。嗯，对，所以。我认为这一个条款或许可以不用保留，然后待会在这个罚则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拉出分级，做50吨以下的调整？这个我也有提修正动议这样子。但是这一条蛮好的耶，你们那个农委会看一下。这个主要是一个辅导哈，辅导措施。对。如果管委员跟我的意见一致，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这里头我们最主要的是，刚刚我除了讲小钓如果将来面对罚则的分级之外，还有牵涉到辅导措施以及协助，可能我们现在的渔船有一些比较这个投入者的这个专业跟高龄化的现象，也可以来协助他调整跟转型。来，农委会说明一下。是，我想那个刚才那个委员讲的那个分级哦，那个是在法则里面再去做讨论，但是对于那个辅导跟那个本来那个刚才我们赖委员提的30条之一里面有一个要订远洋渔业辅导方案，对，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就是在里面我们再去采集一批，将来远洋它一定要有一个方案出来说我们要怎么走，哦，这个是里面会去这样涵盖的，对，实际执行。好，那就把那个蔡培慧委员所提37条的这一些比较详细具体的说明的项目，就写进去赖委员刚刚30条之一的那个立法说明，好不好？好，有记录哈。好，赖委员这37条我们没有讨论。赖委员三十条，这刚刚讲的。哦，赖委员刚刚把你的37条漏掉了，你有坚持吗？还好啦，有办法放到那个里面处理吗？我不知道渔业署跟那个刚刚蔡培慧委员这一条一起用立法说明，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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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进入第四章喽，罚则就用行政院版本文字哈。好，第35条，35条只是蔡委员有所不同，是那个额度。来，请说明一下。35条主要的差别是这个渔业证照的这个收回，行政院版是两年，那我调整为6个月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还有第一项，还有第一项150万，罚款的话1500万。坦诚来讲啦，因为我过去主要是跟这个我比较有接触的是像琉球或这种比较小钓的渔民啦，他们对于这个法则感觉上已经是会会影响到他们的权益了，这样子。他们当初在主席，我可以讲哈，是，请说。他们当初在公听会上所讲的，说有一些什么，那个船位回报系统啦、啊、故障了，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渔获系统的故障了，或是掉下来或怎样，就要被罚很重。他们用这个理由来认为说你们罚重，但你们现在讲的说。有下列情形，这些东西跟他们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好，就是说以行政院版本跟各位委员的版本，你们的这个所定的这个高法则，就是说我们现在讲 A 的时候是讲 A， 那依照这样子的东西，你们认为说是罚重还是罚轻？因为他们讲说啊，我这个船位回报的坏了，坏了也不是我的责任，结果船回报坏了，我就要变成被罚600万以上，被罚600万以上，我们自己就无以生存了。这样子很多委员。在审查的时候，觉得说：“哎呦，你们真的很就很严格，就贵妇呢。”那所以说，我是建议说，你们把你们那个太阳那几项解释清楚，好不好？来，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第35条是刑法了哈。那这边有两种主要的样态哈，都是我们认为非常严重的哈。一种是这个渔船。没有经过要他回来他不回来，或者说已经罚他在港内他还偷跑出去的、哦、这我们是把它列入刑法，等于说已经往事整个国家的整个管理的体制、哦、那我们这边罚600万到3000万，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额度也是参照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标准来处理。其他国家是更重还更轻？有的更重了、哦、有的更重。那当然就是说刚刚委员有提到说哈，有一些譬如船位回报器坏掉，事实上我们在会落入这个部分的哈，我们在前面第13条也有提到哈，总共有19项的这种严重违规。那严重违规里面很多项目也都事实上都是渔民该做他应该要做，但他执意不做。好，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不应该做他却执意要去做的。对，那做不是疏忽，没有，不是疏，所以我们尽量把这种疏忽的情况疏忽会排除掉了吗？排除掉，好、哦，对对。那就在13条里面讲。哎，以上说明。各位委员，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维持正院版的这个额度。现在就是说，正院版的这些样态需不需要分级啦？你刚刚举例是里面很严重的样态嘛？对对。好，但是裴慧委员可能。顾及到的是没有那么严重的那些样态，你们现在全部都以600万起跳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比较不严重？有韩国他们的立法是，比如说你的渔获量的几倍或金额多少到多少，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因为每个的船的大小不一样，你有时候他这一次出海就不见得有到600到1000多，那你就跟他罚了这么多？那是下一条。跟委员报告，那是下一条才有，这一条是针对底下的那个，他要按叫回来。等一下，所以这一条的样态就是只有这一种就对了。对对对，好，他底下有针对底下两款的罚金，没有其他刚刚讲的那些。对了，所以说我才说要针对 A 的时候，你们要讲 A。对对，不要你们说罚 A， 说哦我 B 怎样怎样的，我觉得清楚的界定。就是说叫你禁港，你违规。那个6个月的部分呢？6个月跟2年。我觉得这个要慎重讨论，啊，但是2年呢，很重呢，这个基本上其实是属于财产式的行为，也是为了国际环保、生态保育而做。2年的这个刑度能不能请法务部了解一下？有没有办法分级？第一次、第二次？就是说我们对，就是说我请法务部告诉我们说，以法律横平原则来讲，这个所谓的2年以上这个东西哈，2年以下这个东西哈，跟刑法的2年以下一般的罪是相当于哪一种类型的罪？或是报告主席，那个我们本文是写2年以下，但你们施行细则或实际作业的那个手册，或者说你们第一次可能是怎么样？啊，屡劝不听，第二次怎么样？然后，就说2年以下是一个弹性的，6个月也是2年以下，1个月也是2年以下，但你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
跟委员报告一下，基本上就是两年以下本来就是一个弹性，我行政机关可以去做裁量的。那当然，那在因为35条是刑事法的部分的哈，那刑事法的部分的累犯里面，本来刑法里面就有一定的一个规范。那至于我行政收照处分这一个部分，将来如果因为我们觉得现在还是要有一定的吓阻力，因为我们担心的是，万一法院判的罚金很低，那我要让这一个经营者有吓阻力，我的收照可能就相对要高一点，因为法院要怎么判，我行政机关没有办法去智慧。那他如果判得很重，那当然我有可能在这，或是他的罚金把他罚得很高，我的收照的时候，我们就会依这一个我的法定额度两年以内来做弹性处理的。那你如果把它维持在6个月，万一法院又判得非常低，哇，等于这一个重大的违规行为没有产生任何的吓阻力了。请教一下，他是6个月以上1年以下了，好，来，对不起，我会请教一下，像韩国或菲律宾他们这一块是怎么处理的？他们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韩国跟菲律宾的例子，韩国就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他的初犯就是5亿韩元的罚金，那5亿韩元就是我们的1400万左右，哎，他是非常重，对他初犯就这样子了。我们都不要讲话，请法务部讲话好不好？因为你们不是法律专家，我要在刑法的衡平性哈、衡平原则上来看，这个2年以下一般在刑法上是哪一类的罪？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事实上，这里的这个2年或者6个月、1年以下，这并不是有期徒刑的规定啊，因为这是行政机关的他的行政上的一个处置，这个时候就是要看行政机关是不是要给他有这个裁量权的。好了，这个是好了，这个是属于行政裁法了、所以不是刑法了、好，那各位委员，这个部分第一个是有关于罚锾要不要降低的部分，第二个是属于证照上面的禁止年份，这个大家刚刚 有共识了。那罚锾是不是有共识了？如果依行政院版有没有共识了？关委员，我有一些意见。啊、是，我们仔细看行政院版的35条，它的第2款是有期徒刑。除了有期徒刑之外，是违反第21条的规定。那我们回推看21条，它是违反第9条第1项跟第19条第2项。那我们去看第9条的第1项，它真的是从事远洋渔业的渔船应装设船位回报器及电子渔获回报系统，使得出港。那他可能装设了，然后这里头没有运用的话，会不会就被处罚？就回到刚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装了不开机，或怎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委员有一点误解哈、这个第2款的后段，他也说，且未依主管机关锁定期限直航至指定港口，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装。你没有装违规，我当然会处分你、我当然是有重大违规，但是你没有装又跑出去，我叫你回来你又不回来，等于是他在重大违规以外又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犯行，说请你回来你不回来，还有落到刑法这个规定的。好，那我们到21条来讨论一下，我们到21条来讨论一下您的这个整个条文里头啊，讲的就是要符、就是要希望渔船不要违反第9条第1项、第19条第2项嘛，然后你们说的这个可以委托海巡采取适当措施限制、制止其出港，抗拒者得使用强制力为之，以出港者主管机关应命其限期直航至指定港口，所以这是3个部分哦，制止出港，抗拒已出港者没有听你们的话回港，你们都要罚、是吗？我不是啦，我原是。是吗？可是你这里都是分号。我本来是，当然我会管制这一艘船，如果没有装船位回报器，等于就是脱离我主管机关的管控。那我本来禁止他出港了，
那我有委托海巡机关帮我管制，但是他也有可能在海巡机关的强行出港，对，又强行出港的。那强行出港，我又叫你回来，你又不回来，才是落到我们刚刚35条那个第二款里面来。对，哈哈，所以您的说法是三合一嘛，就是说这三个你都要犯嘛，对不对？就是这三件事你都要犯啊。要装是且还是或？对，且没错，且，那是不是就加注且，好不好？因为这里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很可能11条的这个部分呢、啊，是你把它明确，里边有写且了，有写且了，21。我现在在看的是21条，那你？那个农委会，你们讲的是第几条？那个且在哪里？第几条？就是35条的第一项的第二款，他说违反第21条规定，将渔船驶出港口，且未依主管机关锁定期限执行至指定港口。那刚刚21条，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请海巡帮我管制了，他又强制出去了，那我叫他回来，他又不回来的这一个状况，才会落到这个第二款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尊重人家行政机关的意见了，人家都不听了，讲了一讲再讲不听，我们 还在替他们讲话，我觉得让行政机关就很难 去掌握这些渔民的动向了。Okay. 啊，出事然后又是政府的。好，我同意这个渔业署的意见，可是是不是在21条的时候也把这三项不要就是该加注且的部分也应该予以加注？让我们比较理解你们说的，可是你们刚刚讲的，你刚刚的口头上是三个都犯，你们才会给予处罚哦。我说委员，因为21条我是有层次的动作嘛，你违反规定，我禁止出港的，我先委托海巡机关嘛。哦，那你如果去抗拒了，我还可以使用强制力嘛。那你如果又强行出港，所以第35条是在第21条的管制没有效的时候，我才罚。对，是不是这样说的？对，所以那个管制那个法制讲一下，如果照蔡委员的说法，在21条加注且有没有需要，还是不用就可以套在第三十五条里面，这样就可以了。是，报主席，这个地方应该是维持现在的文字，不需要加且。是，因为它有三个层次，先制止 okay, 制止 ，OK。好，那个委员蔡委员，刚才法制单位也有说明了哈，那我们就维持原来的好不好？哈，好，谢谢。那好，那我们35条，我们就照行政院的版本来通过。好，现在继续我们处理到第36条，来有修正动议哈，那也请行政单位来说明一下，来。请副主委来说明一下。好，主席各位，这里还是我们有参考其他这么很多委员的意见，我们本来是分三级，那也有委员要分四级，那实际上我们后来是想说，如果可以分这样的四级的话，会不会是四级？你怎么分？在这个修正动议里面，对500以上，对100到500，还有50到100以及50以下，因为我们也会考虑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吨数在50以下的渔民，那他们也数量蛮多，而且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远洋渔业条例里面的规定里面，他未来要装置很多相关的这些设备，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划则应该是要依照不同的规模来定，那我们才会增加一个就是未满50吨的这个渔船。那请各位委员，那我们这里有分6级，你们渔船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我们中间我看到一个修正动议版本里面有一个小漏洞，它的分级数是500吨以上，100到500，50以上，50到100，那第四个就跳到20到50。20到20以下不可能是远洋的哈，20以下不可能，20以下就不可能是远洋。
是一样的意思，就五十吨以下。好，你一百到五百这中间有没有再分？跟黄委员报告一下，那个苏委员的版本是二十以上到五十以下，但是二十也有可能未经许可去从事远洋渔业的作业，所以我们建议是把二十以上这几个字删除。是是是是。我跟委员报告，这我个人的想法，不知道成不成熟了哈。俗语人咧讲，因为这是法则啦。今日我若假使是从事渔业啦哈，我没有要违法的一个动机的话，你定的再严我都无所谓啦。好啊，定的，我觉得如果太分的太细，他们的管理方面有许会有比较多一点的麻烦呐。好啊，我是觉得说，请各位我们来定这个处罚条例，当然也是适应他们啊，农委会今天有这个所谓的一个顿数的一个发昏，嘛是科鲁丢咱的渔民呐哈。所以我是希望讲哈，大家再及时管理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再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个我们渔业署他们所做的一个分级的一个条款，好，那各位委员针对我们行政院所提的这个修正动议里面呢，哈，他们提出来的这个，我们还要包含参考其他委员的修正动议，那是不是可以来做这个，以作为这个参考？还有，请问一下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没有？对了。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不是就照大家手头上的这个修正动议里面？好，那我们再稍微参考一下哈。那各位行政谈多。我们一个一个下来好了。您先请委员哈，大家看一下我们三十六条的第一的是第几款了、啊？第一项哈，我们先大家先，我们一项一项来好不好？来，我们三十六条的第一项，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啊，有没有意见？有意见的我们大家提出来哈啊，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这个修正动议我们来通过哈。好，我们先请大家委员看一下。现在从蚯蚓这边传过去的是现在大家手头上所看的这个修正动议哈，啊总要有人提出来啊，我现在一直传过去啊，可以请各委员签名一下哈，啊到时候再共同讨论其里面的内容这样。这是配合苏正廷委员的意见酌修而已，新增的第四款。无啦，你刚刚第一个五百吨以上，这是写六百到三千万，大家都爱爱叫，你只要改做九百到四千五百万。对啦，那个是累犯啦，那是原来规定里面累犯就是这么。如果累犯，你加这个乘以一点五啦。先看第一项，第一项。我们一项一项来，我们先看哈三十六条的第一项，第一项里面的内容是第一个，总吨位五百以上之渔船，处新台币六百万元以上三千万以下；总吨位一百以下未满五百的渔船，处新台币四百万元以上两千万元以下罚款；总吨位五十以上未满一百，处新台币两百。好，所以它总共有分三个层次了哈，哦四个，然后总吨位未满五十的。处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上以下罚款。那这个是当然，他的所里面所定的是一个罚款的一个数字。那各位如果有意见，我们大家可以提出来修正，没关系。好，好，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考虑到是不是定这个罚款以后呢，对我们的所谓的从事渔业的，是不是有一个吓阻，或是甚至有一个比例原则？哈，我想这个是大家参考的。那大家说明一下吧。啊，就是国际压力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了。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个处罚太重了啦。我不同意、啊。
我们有可能像我刚刚提议的，渔获量的几倍，因为搞不好他一台船出去，他卖也没卖那么多钱，你一罚就跟他罚那么重。或者多少金额，然后再来他的等级，我们就只分三级或四级，你们管理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中间，因为我们比较不了解说，所有的渔船的比率大概是怎么样啊？这部分你们可提供资料给我们了解一下。其实跟各位报告，因为第36条这个划者的部分是针对我们刚刚在讨论第13条的那十几项的重大违规，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渔民会落入这个重大违规的这一个比例其实是很少，这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担心说有一些的小船在目前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谓的远洋渔业里面的管理，比如说他要装一漏不可啊，做这些通报的时候，那所以我们有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辅导办法。那如果说万一真的是不小心违规了，所以我们才会有加了一个比较小的这一个规模，就是50吨以下的。那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按照这个修正通义。那最后就是说，韩国是有一个典范可以给我们参考。那他划的这一个金额当然是比我们高。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只是重大违规才会落入到这个罚款，所以看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其实是渔民的部分要落入那个13条的这个第一项的重大违规，其实是不容易啊。请说。哎，主席，我们现在是依照这个船的吨位哈来做一个评估嘛哈，那是不是就是说针对它的渔获的这个价值啊，或是那渔获量，哈，有时候我很大的船，但是我可能哈出去捕捞的不是那么大的这个产值那么高啊。所以你到底是要用渔船大小，还是渔获的多寡跟价值的多少来做衡量？所以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哈，他在第二项里面，我们是说前项规定所罚款低于渔获物或渔产品之价值者，那我们是按照他的这个产品的价值最高5倍之罚款，所以这个是某种程度是针对他的那个渔获的这个倍数了。在第13条里面的十几项。好，我们原则上到12点我们休息用餐哈，到12点半，那这个时间呢？你有政策会，好，那就2点半继续开会哈。好，主席，既然这个哈这么重大了哈，而且跟渔民哈息息相关，是不是也召开一个公听会，让渔民来表述意见？不，你听我讲哈，今天我要跟各位商量哈，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一定要出委员会了哈，那没有争议的我们就先通过，像如果这个有争议我们就先保留没关系。好，不过我现在先跟委员大家探讨一个观念了哈，我说过我们都大家探讨哈，因为他这个里面的法条他有写说是属于重大违规行为之一，因为那我们重大行为他另外有规范，那我要请大家委员去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一个渔船我出海，如果我有考虑到我是不是重大违规事项，他已经有规范了，先把它考虑在内。好，他这个条文不是乱处罚的。那第二个，如果今天我的所谓的成本大于利益的时候，我当然我就不会触犯，没合啦。好，安尼了解哈。那如果我的利益远大于我的成本，我半没半，我来跟你拼啦。变鬼，我也变没管理处罚，我无关痛痒啊。那所以我讲过了，我今天如果没有要所谓的违规。那你制定任何再重，对我来讲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要请各位委员去思考一下的，就是说，他今天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有重大违规行为。那重大违规行为，我们有13项。哦，是，几条？13条里面有19款是属于重大违规的。好，所以我刚才我们用几个逻辑去思考一下。那因为这个是很。比较这个牵扯到也牵扯到我们渔民的权益，当然也牵扯到我们行政单位未来要有所谓的规范的管辖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哈，因为已经到12点了啊，因为我们另外委员也要开会，所以我们休息到2点半，我们继续。那这其中呢啊，我刚才已经请我也各委员好的去思考一下，好，那今天我们哈也先跟委员报告一下，今天这个渔业法因为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那刚才有跟大家报告过了，如果
有大家有没有办法有产生共识的，我们保留；那没有意见的，我们就通过。啊，我们今天出委员会，然后到时候我们来交付协商，我们大家再来好好的协商讨论，这样好不好？好，好。今天我们高雄至少三四个委员都在这里守着，可是我们今天总统要去高雄嘞，我们下午又都赶回去陪总统。啊，但是我搞这么容易嘛？但是我打报告，今天一定要去委员会。啊，无咱这会期未过，再请大家谅解。后面几乎都是行政院的版本，这一条保留就好了。对啊，所以没关系啊，所以我就两点半我们继续开会嘛，哈。啊，有重大的争议的，我们就这样啦，哈。譬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啦，我们的重大违规当然很多都很重大，可是其中有一个哈，其中有一条它那个量哈。他那个量没有很明确了哈，譬如说第七款那个有配额限制之鱼种，然后超过配额仍继续捕捞，这超过一只就要接受这所有的法则的罚吗？这个跟委员报告绝对不会，我们会定一个实行细则，是不是？照苏委员的版本是20%。20%，超过20%嘛，哈。哎，那个，所以等于我们配额又跟人家加了20%的、啊。是故意才会，不是故意也不容易会落入这个重大法则。好，我们现在休息了哈。啊，下午2:30我们继续开会。啊，现在哈可以来做一些讨论，好不好？我先复议一个事啦，就是刚刚那个35条，我在问那个法律衡评原则哈。事实上是，好，那我们延长开会时间。是3年以下是刑法嘛？哈，3年以下是刑法。可是刚刚那个法务部误解了，说那个是行政法，不是刑法嘛？所以那个部分我们还是保留回来讨论的那个保留那个讨论。的机会了，那个3年这是有期徒刑，是刑法，所以就是那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刑法，所以本来要讨论这一块嘛，啊，后来就说因为漏掉了，所以我们恢复开会以后就从35条开始讨论了，好不好？因为都是法则嘛，哈。那个30，我建议者，恁个甲倍数吼往起者，然后在一定的金额，然后分个几个阶级，这样就解决了啊。那看看2择1嘛。这样好不好？那个因为有很大意见，我们这一条先保留了，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先把后面的处理，我们再处理半个小时，好不好？那如果因为这后面的比较没有争议啦，哈，啊，这一条我们先保留啊。如果委员要开政策的哈，那当然啊，我们随时欢迎大家先留在这边。好，那如果各位委员有另外要事哈，那由委员来选择，好不好？来，35保留啊，怎么样？35不是过了吗？委员要讨论那个刑法的横评的时候，刚刚没有讨论嘛？3年以下的那个部分。好，没关系，那我们35一样先保留，好不好？好，35条保留，那36条也先保留。那我们现在继续进行下来，我们到37。37条，好来，37条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嘛，哈。来，我们请行政单位简单的先来说明一下，好吗？各位委员哈，第37条主要就是在规范外国籍渔船进到我国港口这一块了哈。那现在对于打击这种非法渔业行为，现在国际上就会要求你这个港口国要做好这种管制措施。那这里面的。对，针对外国籍渔船进港的时候，我们要去做好检查跟管控措施啦。所以这一块主要我们是在规范我们非国籍渔船的这一块。那这一块的部分，因为这个是现在国际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手段，就是最有效的打击非法渔业行为，就是在港口彻底的做检查跟许不许可他进港作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针对这一个违规的一个样态，当然也是参考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
吓阻的一个款额啦，所以我们是定600万以上、30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一个 range。好，那个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37条里面是写说非我国籍渔船啊，为了要打击这个违法的捕捞，还有从事的违法的一个捕捞活动哈，所以我们哈，我是不是我们请各位，我们就是同意这个行政院的，有没有意见？好不好？我们要打击这种非法捕捞，同意行政院的法则。好，那我们37条就以行政院版本来通过。好，那我们进行第38条。那38条有差别的，就是也是一样嘛，哈，远洋渔业。好，来请行政单位稍微说明，来请说明。各位委员跟大家报告，就是说38条主要是规范我们远洋相关业者。那这里的远洋相关业者，就是实质从事远洋渔获出口的这些的贸易商啊。那国际上会认为说，国际上会有这种非法的渔获在市场上流通，就是有这些贸易商在买跟卖这些的渔获，所以国际上对于这种贸易商的管理，他现在也是非常重视了。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条文里面，刚刚报告的25条，针对贸易商的一些的许可跟管理的条件，都有在25条做律定。那违反的，我们也觉得这个是现在国际重要的一个法则，所以我们是采比较高额的这样的一个吓阻的这样的一个处分range。来，请说。来，法制单位。是，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刚刚讨论通过的25条的部分，有新增一项是赖委员所提的，就是检查人员如果没有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的时候，可以拒绝的项次。那如果刚刚那个条文是增加在25条第二项的话，那原来的第二项就会往后顺移。所以我们现在111页这一个38条的第一项第一款部分，违反第25条第二项规定，可能要配合修正为第三项规定。好，那当然。另外一个第二项的部分，第二项的部分第二行，或以产品出口违反第25条第三项，要配合改为第四项。啊，以上。好，没关系啊，行政单位先好记录起来哦哈。好，那第38条的，第38条的部分哈，是不是，也参考就是同意我们行政院版本所提的，我们行政所提的版本。好，那各位有没有意见？我们38条就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来，我们进行第30，来，那这边那边。好，那我们进行第39条。那39条，来也请我们行政单位说明。跟委员报告，这一条主要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渔船主、贸易商或是这些的从业人员以外，还有一些国人可能受雇于这种比较这个落后的国家的这一个渔船上工作，那也有可能去从事这种非法的这样的一个渔业行为。那在国际上认知上，你去受雇于这一个外国籍的渔船，这个账还是都算在我们这种中华民国的这一个账上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行为，我们也觉得应该要采重罚的方式来做处理。跟管委员报，就是我们一个一般的国民，他可能去一个某一个第三国，我们比如说一个贝里斯的国家，他有可能是去红请的，对不？伊敢有可能家己一台船出去？我们这里是他受雇的那一块，对吗？受雇的嘛，受雇的话就是以他个人的能力嘛，对，所及嘛，对对对，好，所以他个人能力所及要有犯行的话，他的犯行相对之下，那个规模一定很小嘛，对不对？所以你把受雇者的处罚也这么重的时候，那个比例上好像很奇怪。当然，我非常反对。我现在在谈的，其实今天法务部在这里，我现在在谈的都是法律的衡平原则啦。从法律的衡平原则来看，这个法是非常违背那个法律的衡平啦，就是我们整个法体系里面的那个衡平啦。所以到这一条了，是那种完全的个人，然后去受雇，去违反，这个好像也是把它当作
整条船的规模在处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种人很讨厌啦，但是他们可能是一些比较粗工啊，哦，就是一般落工啊，嘿，哈。有可能是船长，所以他里面有写到经营者啊，没有之外，没有没有之外，他是说之外。可是船长是从业人呢，你这个是指之外呢，从业人之外呢？船长是从业人之外吗？我所谓的船长是他受雇于那一艘船的船长，我不是我们自己国籍渔船的船长。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通常这一类的渔船这种国人的违规的行为会被抓到。他背后可能隐藏的，他已经是做过好几次，获利很多了，所以国际上是认为说这一类的，你会让你抓到这一类的违规行为不容易，一抓到就应该要重罚这样子。那个获利很多的要重罚，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任何一个个别的渔工都会受这个法律条文约束重罚了，是不是这样啦？我们这个主要是要这个就是主要是针对不是，可是你法律文字并没有针对主事者啊，就是任何一个人去受雇成为渔工的时候，啊，那一条船被抓到，他也会处这么重的罚，啊，一辈子的活有去啊，一世人嘛，赚无一个300万给你花嘞嘞。假设是这样，有没有那种情况啦？我现在是问有没有那种情况啦？你法律定下去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啦？爱的机会去跳海啊啦。哦，我是这个意思。委员，这种也要哈、哦，国际组织有查到，或是那一个沿岸国有把相关的违规事证送给我们，我才可以再做处理了。所以不是不管谁送有没有送，只要送来了，会不会有一个渔工，他其实没赚多少钱，他就是我们的人，然后他被受雇，然后被抓到，啊，就一罚，他一辈子就翻不了身啦。整个家庭就濒临为那个崩解啊，有可能、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而且这个是惩罚中华民国人啊，我们不是法律怎么可以这样违法，当然不可以这么做了，但是这个太重了。对，我们整个法的精神，比如说针对国籍船，我们是针对他的经营者，也针对他的这个船长。我现在问的是你的文字啦，你的文字就是有可能我刚刚那种情形吗？只要有可能，我觉得就要考虑了，好不好？因为你里面写的是经营者、从业人，是不是连这个都规范进来了啦？及远洋渔业相关业者以外之中华民国人哦，对，所以有可能哦。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官委员他真的是语重心长，是说你今天如果我得红抢一个人，他不公义，啊，你头家叫我走，我哪会讲不走？啊，我哪这样因为这违法嘞？要分层次啦。啊，所以啊，我就说这个里面的法则这边哦，应该写清楚，而且要区分清楚哦，这个要区分清楚。现在这个家庭，因为安尼，你的法律横平原则没有处理好，一个家庭因为这个样子，啊，哪去自杀嘞？法制单位针对这个。你们法制单位的看法应该要怎么来？就是他这个文字有没有包含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一个可怜的渔工。跟各位委员报告，其实这种情形确实是有可能，他是有可能受雇了以后是从事的指挥监督渔船这样船长的工作，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受雇。那单纯的受雇者，他的资历跟可能他的违法性可能就会比较低了。那这个部分是有可能。那如果这样的，我们39条先保留啊。那个我们行政单位好，待会哈看看文字上怎么来做修正，好来做处理，好不好？好，因为这个要有层次的好不好？这个要好好的要去思考一下哈。那39条我们保留，好来。那第40条，来请行政单位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现在我们公海作业的渔船啊、国际组织都有定期要求你这些的渔业人要提供这些资料了哈。那所以我们在第15条里面有要求说，你渔业人啊、我如果需要什么资料，你要配合提供，你去规避拒绝这一块，等于就是隐匿你的渔捞资讯。那这个会对于海洋生态的维护，或是做这个资源的评估，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里我们也是采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法则来做规范。提供资料，提供资料，当然他如果做违法的，他当然不敢给你啦。你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求他们啊，行政单位要求他们提供资料啊，不配合者，那就要处以重罚嘛，对不对？好，那你们会不会有陷入所谓的滥权之情况呢？会不会？欸，我被要求提供，因为你们是针对
哦，第十五条规定的条要的资料写得很明确的哈、啊，我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要求他提供哈、啊。那各位委员，你们针对来请说明管啊，管委员。前段就是指拒绝要求提供资料了哈，处200万跟2年呐、啊，是不是这意思？只要一次。只要一次就是200万以上跟2年嘛，对不对？啊？只有钱而已啊。没有了，就是证照啊，证照啊，证照啊，证照2年啊，是不是？2年以下嘛，哈。这2年跟1年差别的都。2年以下的话，你们就要去做那个比例性啦。啊，比如说第一次。你不要说第一次就2年，第一次你很可能是一个月啊，或者一年啊，或者是怎样，哈，这个到时候你们要有那个裁量基准要出来，这个裁罚基准要出来，哈，要考量它的那个比例性，好不好？好。好，那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另外的意见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40条，我们就照行政院。的版本来通过哈，好，那第41条来，请行政单位说明。各位委员，就是我们原来这一个条文里面第10条有定了一些的规范的一些授权法规跟管理办法，那就我们讲的一般，就重大刚刚13条重大违规以外的。的规范就是这一条，就是一般违规的这一个部分啊。那这一个罚则的部分，我们觉得是可以采比较相对于重大违规，可以做比较轻的处理。我们是律定50到250万来做处理。好，就是有违反你们下列之情事嘛哈，处罚50万元以上到250万元以下之罚款哈，并得收回其一业证照2年以下。或废止之，那下面的规定一共有1、2、3、4、5，有5项嘛哈。好，各位委员稍微看一下哈，来，委员有意见请说。来，法治。针对第1项第2款这个部分，那违反第11条第2项锁定办法中等有关规定，这个11条第2项刚刚有新增一个项字，所以要注意到配合变更。议事人员，好，注意一下哈。好，来，那各位委员如果没有特别意见，等一下，我要问，因为没看到办法啦，说实在的，好，嘿，没看到办法，所以这定了哈，啊，你办法呢定了不好势哈，会常常会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啦，嘿，您爱注意啦，嗯，对啦，嗯。对啊，好，我想行政单位都了解到我们民意代表的苦心，所以渔业署在订这个办法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那没有特别意见，我们第41条我们就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好，那么第42条有修正动议。好，那42条也请行政单位说明。42条就是现在我们的渔船在规范这种境外雇用外籍渔工的这一块了。那现在国际上对于我们这种外籍渔工在我们渔船上的劳动条件啊、福利权利其实都很关注。那特别这里面过去我们对这一种仲介机构的规范是比较欠缺了，所以在这一次我们这个条文里面，我们特别定在这一个我们26条里面，把你要雇这种境外的这种外籍船员，还有你要透过仲介机构来雇，要怎么样去定一些规范，在26条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授权法规来做处理。那至于违反这些条件的这一个部分啊，我们觉得像现在这种渔工的人权，确实是要好好来做保障啊。那这一块我们。在这里针对仲介的部分跟违反的这个经营者的部分，我们也觉得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机制。好，所以行政院是提10万到50万，那培会委员是10万到100万，那有另外修正的是5万到25万。那培委员你说，我觉得渔业署对
渔民是更罚则非常严苛，但是对于仲介，他们事实上在这个签订这个仲介业的时候，他们从这个渔工里头获取了非常高额的仲介费，可是您的相对罚则却非常的轻微，我觉得应该要提高罚则。哦，所以我才定10万到100万，甚至于我觉得也很想提临时动议50万到500万。这个哈，这个是这样哈，你们这个拿出来，人家一看，真的是你们太爱仲介，太恨渔民，这完全比例都不对等。你的26条之1项。未经许可在境外雇用非我国籍船员，26条第3项，经营非我国籍船员双方权益事项契约内容违反。像比刚刚那个渔工随随便便去替人家做工都要罚300到几百，比照那一条罚多少，这一条就罚多少。这个主席，我们非常同意说明委员的建议，但是我们要把渔民跟仲介分开啊。仲介我们同意，就是提高罚款。我现在口头提临时动议，就是针对仲介的罚则是50到500，不行，要200以上。这个我们都尊重委员的意见，但是渔民的部分、经营者部分，我们可能还是要看是要，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它是这一条切开了，它是经营者或者仲介机构。好，那个行政单位跟委员补充报告一下，因为这一条里面包括我们的就是船东有时候说要报备雇用外籍船员哈，那等于说报备有的时候他没有报备，我们就有的时候都会罚船东，现阶段大概3万块了哈。那因为这种报备一艘船可能雇10几20个渔工，船东如果疏忽报备的话，我们现在是说要把它提高罚则了。如果提高到200万的话，对经营者、对船东可能就……那刚才委员讲了，你们分开啊，对，仲介的另外修，到时候我们就先保留，好不好？好，你们都听懂了啊？我们就是说仲介的他非法仲介，我们应该处以重罚嘛，对不对？那当然，在所谓的实际从事经营的这个哈，我们渔工的部分，我们另外要切出来，好不好？你们去做文字的修正，好不好？那第42条嘛哈，那42条我们就先保留。好，那43条，来各位那个来行政单位说明一下。啊，各位委员报告，这一条就是说我们违反前面一些违规项目的部分，我们授权我们主管机关可以没入他的渔具、渔货物跟渔船，那分不同的样态来没入这样子。43条哈，好，那43条，各位委员没有，应该这个只是那个调试而已嘛哈。好，那我们第43条就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好，第44条跟其他委员修正的提案有什么不一样吗？一样嘛哈。好，那我们44条就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那来，请说。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交通部航港局在针对这一条哈，有一点条44吗？第44条。好，请说。因为这第四十四条是针对那个违规渔船没入以后的船籍处理的规范嘛哈，那只是在施行前条例施行前跟施行后的处理方式哈。那我们本局是针对这个第2项的后段。后段是比照第1项的后段来做修正啊，修正条文是说，并向航政机关办理登记、废止登记及注销船舶国籍证书及相关证书。那原先的那个前项证书之登记废止，我们是建议前项证书这几个字能够删除，比照第1项的后段来做修正。没有，是不是就是里面这个里面这个版本？好，那你们把它打上去，那个行政单位来把它打上去，是加注后面的意见是就是加注这一段话而已了，那应该没有什么争议，马上把它打上去哈。来，44条我们就先保留一下，等打好了一下通知我们再回来哈。好，那第45条，哎，请说。你刚刚那43条啊哈，因为后面有那个联动的部分是你刚刚保留的部分，那所以你这条怎么就这样通过了呢？你还是要保留啊。
对，四十三条。四十三条有联动吗？后面呢、啊？你翻过来看一下。啊？你翻过来看一下。好，那好 ，OK， 好，那我们就也先保留，好不好？好，四十三条也先保留。好，我们四十四条保留哈，请行政单位哦打一下后面的加注哈。那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再回来。好，那第四十五条，来，请说明一下。四十五条主要就是要排除我们现在个资法的限制了哈，就是对于一些违规渔船的资讯，我们要公布出来，让贸易商在买渔货的时候不会买到这种他这种违规渔船的渔货。那第四十五条一样，跟他有写到第三十六条这个联动嘛，可能也要保留嘛，哈，好不好？好，那我们第四十五条先保留。那来第五章负责的部分，没有问题嘛，哈，没有嘛，哈。张敏啊，第五章哈，张敏赵恩通过哈。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第四十六条。不好意思，请各位注意一下，我们先回到这个四十四条，四十四条加注的修一下，来，就是原本的条文不变，只是增列登记，还有什么？并向行政机关办理登记、废止登记与注销船舶国籍证书及相关证书。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哈。好，好，各位委员有看到了哈，加注位。好，那第十四十。四十四条，我们就照文字修正来通过，行政版本来通过。那现在我们到第四十六条，有没有跟其他委员提案不一样？没有吗？哈，都没有哈。好，那我们四十六条就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那第四十七条，本条例自公布后六个月实施，好，这一般的嘛哈。那第四十七条也同意通过，照行政院版本。好。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先宣读一下，来啊，印给我们各位委员哈。附带决议，附带决议针对远洋渔业条例第案草案第三十一条，经营者为开发远洋渔业之新渔具、渔法或渔场而从事探勘渔捞作业，主管机关若要求与经营者与指定之实验研究机构共同进行探勘渔捞作业时，主管机关得就需办理事项编列相关预算，以协助经营者或试验研究机构开发远洋渔业之新渔具、渔法或渔场而从事探勘渔捞作业。提案人赖瑞荣委员等人宣读完毕。这个会不会有图利他人之嫌啊？啊，行政机关啊，这个附带决议啊，你们看一下附带决议啊。跟委员报告，这是改得啦，不一定是说行政单位要全部用因接受就对了，得啦。啊，我们都写下来，你都无一定要做完就对啦。不一定啦，因为你那个资源保育跟那个研究这个本来就是要做的，但是。可是要你们用以经营者，我就觉得怪怪的嘞。什么鬼？他只是几两两，只几两两，这种不是一点啦。信不信啊？你搞点研究，我打工不也？他是当然是研究试验机关，我们 OK 啊。但是你是经营者啊，经营者的话，我们也要编列预算哦，还得编列预算给他哦。赖委员，来哦，你这有什么意见？这你的决议哦，附带决议呢？想一下看要怎么说，因啊地，因跟地是差太多呢。他现在是改得啦。改得，按你的意思呢？啊，问题是你这个经营者，我觉得应该把经营者这几个字弄掉哎。也意思得要分得清楚啦，研究机关跟经营者协助经营者。自是施工是工吧？如果是研究开发什么，我觉得研究机构试验研究机构哦 ，OK 啊。我也是这样了哈，是如果纯粹是改地跟有五度要爱加所谓的经营者打个喜互相配合，那我是建议哈，就维持原来的主管机关应就办理事项，应就是去判定啦，你地就全部需要了，那你就要从事，如果你就把如果配合地的话，就要把这个协助经营者列一属，这个经营者要拿掉嘛，对不对？
好，所以赖委员，我是觉得如果用主管机关应就需办理事项以协助，好，我觉得这弹性空间比较大啦，而且行政单位也有裁量权啦，好不好？没呢，应就得就对哇，啊，你若得的话嘛，不一定得挨嘛。好，啊，不好啊，那就这样好不好？就改得嘛，好不好？啊，还要把经营者拿在以协助，来文字修正一下那个法制，看怎么修比较好。意见啊，照那个王委员的意见的话，好吧，王委员，你说是经营者拿掉是不是？来，那个法制这样，或者是行政单位这样把经营者拿掉的话，文词语义会不会通？就应改成得啊，把经营者。就经营者都全部拿掉就对了，那你们看文字怎么修正好不好？那这个待会修正以后，我们再来处理，好，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各位委员手头上有两份这个，两份这个渔业法的部分条文修正啊，赖委员的修正条文对照表，还有投资经营非我国籍船舶管理条例修正草案。那我们先看哪一个？先一个，我们看这个投资经营者这个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来，我们请打开来，因为这个争议小比较少，我们尽量缩短时间哈。好，那我们打开，各位委员手头上都有资料了哈。来，第一条的部分。行政院版本的，请说明一下哪边不一样。跟委员报告，其实主要就是那个中华民国人跟国人那一个的部分了哈。那都统一中华民国人就好了呢，哈哈。那就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哈。好，那第二条，来请说明。都一样，第二条跟提案委员都一样嘛，哈。好，那我们第二条就照行政院版本通过，因为提案委员也都一样哈。好，来第三条，请有没有不一样？有啊，来那个便当可以发下来没关系哈。好，来哪边不一样？第三条，黄昭顺委员的跟行政版本一样，那谁的不一样？那个赖委员是第五项啊。赖委员的是多一个第五款渔业人，来那个行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来，你们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其实那个渔业人本来在渔业法就有定义的，在这边有没有必要再加？其实是没必要了。好，那就我们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好，那现在我们进行第四条。行政单位说明，黄昭顺委员的跟行政版本是一样的。那赖委员你是我国人，那一样嘛，那就改成我中华民国人嘛，好不好？好，赖委员好不好？好，那就跟那个我们以行政院版本来通过。来第五条，一样都一样，一样是这个文字嘛，哈。好，赖委员，那我们是不是也照行政版本通过，好不好？因为你的也是一样嘛，他的都一样。好，那我们第有都有讲，我再讲一次。好，第五条，我们黄昭顺委员跟赖瑞龙委员跟行政版本一样，所以我们照行政版本通过。那第六条，赖委员你是维持现行的嘛？是不是一样把这个来行政单位稍微说明一下好不好？赖委员的其实也是我们国人那一个改中华民国人，我们原来中华民国人他改成国人啊，这个其实是统一都一起改就好了，都一样了哈。那是不是我们就照我们行政院版本来通过，好不好？好，第六条我们照院版通过。第七条黄昭顺委员跟行政版本一样，那赖委员一样是现行版一样嘛哈。好，那是不是赖委员？赖瑞委员，我们一样跟行政版本通过一样，好，好不好？应该没有什么争议。那我们第七条也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那第八条，
黄昭顺委员一样跟院版，那赖委员一样是我国人，一样改中华民国人一样，好不好？好，那我们第八条我们就照行政版本来通过。那现在我们第九条，第九条黄昭顺委员的是一样嘛？哈，哎，好，那赖瑞龙委员的一样是我国人一样改我中华民国人，跟行政版本一样。好，来，那有不一样的地方哈，来，请行政单位说明一下赖瑞龙委员的第九条的部分是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00元以下罚金，还有外国已受刑那一个部分，赖委员要保留了，就是赖委员的第三项的后段，第几页？21页，21页哈，来。请各位委员看一下，在第21页 的下面这边 来说明一下，在外国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执行者的免期刑之全部或一部之执行、啊、那我们行政院的版本是认为这个在刑法里面本来就有了，在这边是可以不用再讲一次的，所以我们都没有影响。我们把它对法制单位呢，我们如果有加注跟没加注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法治一样，那赖委员，那是不是不用加注，好不好？好、哦，好，那就以行政院版本来通过。那我们进行第十条，哪里？那个不用了，那个是好。第十条，黄昭顺委员有不一样吗？哈、哦，好，来，行政单位你们说明一下，黄昭顺委员在第十条的部分是堂所在第24页。堂所经营之外籍渔船属非经事前报备核准之 IUU 渔船，另一下列罚则处罚。黄委员这样一加，就是除了一下列规定处罚以外，还要另外再罚，那就会重上再加重哦。处罚照我们的条文以前修过的处罚以后，然后他还这边还要再明定了再处罚一次。好了，我们照行政院，但好，我们赖委员，你这边，这我那查盖贼哦。赖委员，我们行政院版哈。好，那我们第十条就以行政院版来通过。第十一条，黄昭顺委员跟我们行政院版本，在27页里面第二项，我们行政院版的是未依第六条第一项规定遵守船籍国货沿岸所相关作业，这边跟黄委员的哪里不一样？是黄委员的是他没有下限，他是1000万元以下罚款。有啊，都一样啊，200万啊，不是，他是写我们是先院版的条文，委员赖委员的版本啊，对不起，我讲错了，11条，对，赖委员，那是不是你的版本是不是我们也一样，好不好？跟行政院版的不用再做另外处理，因为你是有写下没有下限嘛，哈。好，那我们第十一条就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第十二条，黄昭顺委员的是同行政院版，赖委员一样，我国人也就修改了，好不好？就同行政院版。好，那第十二条我们也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那第十，赖委员。你有第十三条，那行政院没有，那个我们看一下新增的第十三条，我国人一样，如果要的话就改我中华民国人，违反本条例，同时违反外国行政法上义务，并受主要者得以减轻或免除其罚。来，我这个我要请法制单位说明一下，这个真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含义没有？跟委员报告之后，就基本上现在国际上的观念，你这一个。船籍国这艘船违规，船籍国你本来就应该要处罚他了。那他在外国违规，人家沿岸国本来也应该要罚他，是不同的两个处罚主体的。那赖委员的版本是单位的意见呢？是你的意见。他的本意是说，如果在外国处罚了，回到台湾就减轻其罚。这个好像有点，来法治说明一下。
那我们委员哈，这个第十三条我们不增加哈。来，那第十三条行政院版本本条例自公布六个月后实施，我想没有意见。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十三条就照行政版本通过。好，等一下，我念一下。那这个行政院函请审议《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员黄昭顺等十六人拟具《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条文啊，这个里面我们就照刚才整个委员会讨论通过。好，来，现在请各位委员，我们打开刚才另外的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还有赖瑞龙委员等十七人。所具备的一个草案，来，请翻开我们第五页哈。好，第五页的部分，我们第七条之一，我请行政单位先说明一下，跟赖瑞龙委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赖委员是在第七款哦，他把它改成，因为当初的远洋渔业条例的名称，赖委员是希望定远洋渔业发展条例啦。那我们刚刚。这个已经确认了，没有什么问题。嘿，好，就照我们行政版本，好不好？好，那这个第七条之一就照院版通过。然后第三十九条，两个都一样，都同意删除。好，那就照三十九条，我们就删除了。第四十条一样哦，我们也删除原条例。第四十一条一样，我们也都删除。四十条之一也删除，四十二条之二删除。四十条之二我们也删除，四十七条我们条文也都删除。好，那四十九条有修正动议，各位委员有一张白的修正动议，那请我们行政单位来说明。是那个鲍主席，因为四十九条修正动议我们有做一个看，我们有提供一个行政院的大概一个。委员，你们手头有没有这一张修正动议？四十九条修正动议，行政院的。不是，这个是针对苏委员有一个修正动议，我知道，然后我们有针对再做一对再一次修正而已啦，没关系。来，你们有手头的这一张哈，有没有？来去影印，怎么会没有啊？没有怎么修正？别紧，等下给因看下，影印一下。有啦，等下啊，给因委员爱有啊，啊因无是要哪看？好，那各位委员，你们手头有这个渔业法第四十九条一个最新的版本的一个修正，各位手头有拿到了哈。好，那我们先请行政单位来说明一下。好，来，请说明。跟主席跟委员报告，有关这个第一项、第二项的部分是没有做处理。那第三项的部分，因为这委员的修正提案是把它写暂予扣押，那因为行政机关所做的一个处分的话，应该是还是。依照行政法是做扣留，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维持暂予扣留的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只是说委员有修正动议增加说有关要交付司法24小时交付司法机关来做处理。委员的提案里面，委员提案对不对？最后一项对。那我们就改。我们因为有时候24小时，有时候因为有时候船在海上。因为如果说行政机关暂予扣押的话，二十四小时根本没办法回来，所以我们后面想说，应及时洽请司法机关为搜索或扣押的处置，并交付扣
暂予扣留之物，等于说我们好、哦、看是状况及时、哦、可能在路上的话，可能马上可以做处理。那把有关的这个我们行政机关暂予扣留的物，就交给司法机关来做后续的强制的处分，这样。因为他在海上没有办法，这个时间上比较难控制哈、哦。好 ，OK， 好，那我们就是不是争取各位委员，我们就照行政院版本啊、哦，我们这个再一次修正，好不好？好，那我们把到时候请医师人员再次修读，我们就照修正来通过了哈、哦。好，那第六十现在到六十一条嘛哈，六十一条跟哪个委员的版本？跟旧有的那。啊、好，那六十一条只是修改他们的相次嘛，是不是？变得好，那我们第六十一条我们就照行政版本通过，第六十三条之一我们删除，照行政版本啊、来修来删除通过，第六十三条之二也删除通过，第六十七条啊删除通过，第六十八条是，好，行政院这请你们说明一下跟原本的现行条文。哪里差别？我们是配合远洋条例的一个末路的条文呢，就不问属何人所有得末路之啦，只是加了这样的一个文字而已啦。那委员是没有加，赖委员版本是没加这个文字啦。这个地方，法治你们说一下。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收的部分已经条文都删除，可是前面的六十条、六十一条，还有六十二条第三款，这个都是刑事法，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文字要配合修正。要照行政院版本嘛，是不是？行政院版本，但是要把一六十条、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三款的这些文字，还有顿号这几个字，把它删除掉。对，因为配合前面删除嘛，对不 对, 對？好，没有问题。好，就这个哈、哦，配合前面的这个条文修正哈、哦，那医师人员哈、哦，这样清楚了哈、哦。好，好，知道清楚 ，OK， 好，哎，好。那就照这个刚才哈，我们行政版本哈的一个修正，我们第六十八条照修正来做通过哈。待会再请医师人员来宣读。好，那么第七十一条，就照行政版本，那这个需不需要一样照后面这个要不要修正？都不用哈，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第七十一条法制它后面这个第几条第几条都没有问题哈。好，那第十七十一条，我们就照行政院版本来修正通过。好，那么这里面没有什么争议了吗？哈，好，那行政院函请审议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我们就照修正来通过。好，现在我们回到，请各位委员，我们回到这个附带决议，我们请行政单位，请各位委员，好，我们请行政单位念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把下个专任。有没有办法修出来？这个码修出来了吗？不是，附带决议的部分修出来可以吗？刚刚没有打、欸。好，来你们拿过去打一下，这很快啊，没关系，委员一边用餐一边的，这个附带决议你们赶快打出来，因为不然你下干嘛做乱呢？来，我现在征询一下委员，那个刚才保留的，要不要再回头再讨论一下？还是交互协商就可以了，交互协商了好不好？好，好，那在打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先念了一下？就这样，可以了哈。不是那个，不是他那个没有关系，我就先念这个条文附带决议，没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意见了。我看一下，我宣读条文呢。好，那如果委员哈，我们留两个就好了，好不好？那管妈你们要去开会哈，那赖委员，你哪拢要挂？对啊，啊不，你在你老啊呢？好不好？好，那没关系，裴委员你要留一下。好、哦、啊，如果立善委员你要留，好 ，OK， 好，你们协商了，来，我们请议事人员来宣读。主席。今天审的这三个法是不是都一起协商？好，交互协商。
好，在一位宣读以前，我们请各位委员看一下我们的附带决议哈。来，那个法制跟那个什么，法制单位，这个你们写的修正，这样看一下有没有与时与意，有没有什么不搭的地方？来，请各位委员看一下。那是不是也请我们议事人员先看一下，后面念一下，拿麦克风念一下。最主要是法制看一下修正，这样有没有什么意见？经营者拿掉了，经营者没有删掉啊，还在啊。主管机关嘿，主管机关与，我叫你们看与时与意，这样通不通啊？是协助经营者，那个经营者要拿掉。哎，那个经营者还要我们编预算哦？没有啦，有就要拿掉了啊！啊，你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拿掉。就不要摆出，就主管机关与私人研究机关共同进行，跟私人研究这样的。主管机关政府编的，还有主管机关的政府编的。共同也有那个跟他们是从这个嘛例子。好，我想这样哈，那没有这个，待会我们再做处理。那请那个法制单位哈，好好的了解一下，与时与意，看怎么修正。那我们请议事人员先宣读今天的一个法案的一个修正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第一案远洋渔业条例部分法案名称，照行政院提案名称《远洋渔业条例》名称通过。第一章总则，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一条。照苏委员郑清等委员提案修正动议通过。第二条、第三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四条依行政院版本采邱莹莹委员与蔡培慧委员所提修正动议通过。第五条照苏正清委员与邱莹莹委员等提修正动议通过。第二章章名照案通过。第六条照苏正清委员等人修正动议通过。第七条、第八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九条照邱莹莹委员与蔡培慧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十条照行政院提案与蔡培慧委员、黄昭顺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十一条照赖委员照赖瑞龙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十二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蔡培慧委员第十二条保留，交党团协商。第十二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十三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十四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十五条照苏正清委员等提修正动议通过。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十八条、十九条、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二十三条照赖瑞龙委员提案并管碧玲委员修正动议通过。第二十四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二十五条照赖瑞龙委员提案并管碧玲委员提案修正动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二十七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二十八条保留。第二十九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三十条照苏正清委员所提修正动议并蔡培慧委员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正通过。
另外，委员赖瑞龙委员所提第三十二条暂定为第三十条之一通过。第三十一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补充一下，第三章章名照案通过。三十一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三十二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三十三条，照蔡培慧委员提案第三十五条通过；第三十四条，照蔡培慧委员提案第三十六条通过；第三十五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三十六条，第四章章名照案通过；第三十五条保留；第三十六条保留；第三十七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三十八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三十九条保留；第四十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四十一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四十二条保留；第四十三条，照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三条保留；第四十四条，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过；第四十五条保留；第五章章名负责照案通过；第四十六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四十七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并通过附带决议一案。不要宣读，主席说，主席说不用宣读。另外再补充一下，蔡培慧委员第十二条，并管碧玲委员三十四条之一，赖瑞龙委员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保留，均保留，交付党团协商。另外第二部分，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部分，第一条至第十三条条文均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第三部分渔业法的部分，第七条之一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三十九条、四十条、四十条之一、四十条之二均删除，第四十七条删除，第四十九条修正通过，第六十一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六十三条之一、六十三条之二、六十七条删除，第六十八条修正通过，第七十一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渔业法，以上三法均宣读完毕。好好，那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附带决议就照文字修正来通过。刚才读过了吗？附带决议有念了哈？没有。来，附带决议我们念一下。针对远洋渔业条例草案第三十一条，为开发远洋渔业之新渔具、渔法或渔场而从事探勘渔捞作业，主管机关得编列预算办理之。宣读完毕。那个提案人管碧玲、张立善跟苏正清。好，谢谢。好，刚才我们议事人员啊已经宣读了我们的附带决议啊，其中还有好像也有的加入的嘛哈。没了啊，刚才圈了，这有啊有啊有啊，没有、啊、改成这样，这里面就是了。哎 ，OK 了。那张立善委员把它加进去。哎，这不是原稿，原稿让张立善委员签，因为刚才签名我们是照这个决议内容哈，我们附带决议修正，我知道。啊，对，该的，即马签的即个呀，啊，恁的即拢会倒去未？对啦，好了，印出来给我们委员重新签一次，好，把它列印出来，我们重新签一次。好，我再啊，对，还签，给他签嘛，没问题啊，再列印了哈，好，谢谢。那么，请问各位同仁，照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通过，请问有异议？好，无异议，我们通过。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请问需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好，那我们就交由党团的协商。本次会议协商本次会议，好，院会讨论时由本席来说明。本次会议审查通过之条文条次及引述条文部分文字，授权主席以及议事人员整理。好，我们本日议程我们处理完毕，我们散会。